げえじゃん。落ちた。どうぞ。さすが羞恥心のないロボット。没有啦，你们这样龙马几率就很高啊！他都说他打杀人网球了，我已经讲过很多次，那个铅球，只要有铅球，这个最高三星可能性就是龙马。然后阿姨是我觉得怪怪，而且他感觉会背后捅我一刀，我有点担心。阿姨的机会也很大。小鹏的眼神怪怪的。きっと誰にでもあると思う。难道是我们？他眼睛好奇怪。难道我们的凶手？干？因为其实我们中间也有段时间，我们又不在场证明，你知道吗？就是扫地，我们也没有不在场证明。对，我们在扫地的时候，搞我们扫地扫到一半的时候，触发了某个机关，就让楼下阿海挂掉了。难道凶手就是我们自己？他这个是绝望的眼神耶。对啊。それでも怖い時は遠慮、自分だけじゃなくて他の人のためだと思うと、私もそうだったからね。コンクールで吐きそうなほど緊張してる時、私のピアノを聴いて、赤松さん、じゃあ行こうか。经过一段时间，电影中我们看见的是熟悉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班级审判所。ダメよ。これは。最高にポップだね。最低ですね。ポポポ。そっか。さてと。噔噔。是那名黑白熊的话，走向自己的座位。咚咚咚。阿海。阿海死了，其实我蛮不甘的。你就安心的去吧，阿海。搞不好阿海是超高跳级的自杀炸弹客啊，搞不好自爆。在背后操作黑白熊，强迫我们自相残杀的手模，实力就在我们之中。凶手到底是谁呢？战斗到最后，哒哒哒哒哒，保存保存保存。好，我们下集待续，休息喽。好了，没有了，开玩笑，怎么在休息？难易度哦，基本上就轻松了，好不好？我们不要太难，也不要太简单。观看电子学生手册。我们来复习一下。死掉是9:10了。图书馆的深处的书柜能向左打。卢卡接了脏东西。这个牵扯到谁吗？就是龙马拿他的网球拍打出去的网球，对，就是龙马拿他的球拍打出去的牵扯。天海的石油物，只有钥匙和平板电脑，没有钥匙卡。这个是利差系332075新概念感应订阅堆积的书，就图书馆的书籍多到摆不进书柜，于是堆在书柜上面，和最原本的设置相比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就是书太多了啦。然后这个通风口，其实这通风口它看起来蛮小的，然后一般人进不去，但龙马进得去，因为龙马它只有100公分，所以懂了吗？这个就是龙马的通风口，只有龙马进得去。慧慧进得去。然后村没有，慧慧有130进不去啊。然后这个是村上的证词嘛，就是那个谁，梦野一个人自己躲到房间去看那个昆虫的影片，故障的门。然后这个故障门它的缝隙很小。也很窄，但是龙马很瘦，龙马进得去。对，所以这里有补充。然后用来监视的教室，就是我们在监视其他人的教室，就我们跟那个阿姨监视人家的教室。这个通风口，龙马就是从这里进去的通风口，这通风口很小。然后这里白银中途一侧，这应该不太重要。然后你有没有看到，
吉旺跟龙马都待在各自的房间，因此龙马也有也没有不在场证明。你这边比来比去，观众也看不到。哦，没有啦，我跟你讲就知道了。没有，那就是新就龙马，他待在自己的房间，因此没有不在场证明。你这个就不太重要，我就是一群照片。好，因此从这些证据我们可以推断，凶手就是龙马。乱猜。没有啊，我觉得我推断的很合理耶。ではでは、学級裁判では、正しい黒を指摘できれば、黒以外の全員が押し。ちなみに、というわけで。Let's go！ 最疯狂的班级审判又开始喽。听说这代比较难哎，这代好像还说了什么可以说谎的功能，比之前几代还难一点。経験は、まあね。闭嘴啦，小吉，不要搞事了。どうするんだ？何から始めんだよ？裁判なんてどう？まずは落ち着きましょう。そういうの。三不原则：不推挤、不奔跑、不说话。不说话。不说话是讨论个屁呀、啊，智障！插住闭嘴啊！喋らないと話し合いになる。進め方なんて気にする人、容疑者も弁護士も検事も裁判員も、務めるのはす、それなら私たちのやり方。だったら。急にシャシャリ出てくるんじゃねえ、このうんこ製造機が。まずは話を聞いてみようよ。カタリン650260が新月新南大祖父。みんなの話を聞く。うちはちゃんと話を聞ける。じゃあ喋らせてもらおう。犯人は初回得点で外に出られたにもかかわらず、因为他是绝望族。なぜそれをしなかったんだろう。私気になる。よっぽど学級裁判がしたかったんだろう。ロマよ更有可能ね。ロマ在抽烟、因为他紧张了。だったら犯人はモノクマだな。誰よりも学級裁判をしたがってたからな。これで決まりだぜ。俺様天才。でもよ、もちろんありえない。あなた自身もそうだ。モノクマを操ってる首謀者なら。首謀者？おいら首謀者なんて知ら聞いたこともこんな冒犯してダメだよ。首謀者到底是谁？この中にいる可能性が高いって話だったが。你有发现龙马他是站在椅子上面吗？你们他有个矮子乐，他有个矮子乐，大家有没有看到？龙马是站在矮子乐上面。これはみんなと同じ意見でキーボードだと思うよ。闭嘴啦，小子。皆さん。明明就是龙马乱讲话。でも主謀だったら天海君が死んだ状況。そうだね。それじゃ始め。大家一起合作，找出首谋吧。我觉得女仆的声音又很常听到。女仆的声音很常听到吗？应该是那种帅气的角色吧，配那种帅气的妹子。3931新概念感情订阅，基本上规则跟前几代差不多，就是打下那个有疑点的那个问题，然后就我们岩弹发射，给他来一波爆裂，射出我们的岩弹。新要素 ，RB 可以集中精神 ，V 点的小红点，哦、我以为是 G， 我以为是 G 点 ，V 博导。这个好像很难诶，要找出据点，我觉得蛮困难。黑白熊档案。天海さんの死体が発見されたのはタイムリミットの直前でしたね。超过时限的。找出据。彼は図書室で殺害されていた。図書馆被杀了。きっと一人で図書室に来た乱太郎を。犯人が後からゴチとやったんだよ。どうして天海は図書室にいたんだ。为什么要图书馆？还不是你叫他过去的吗？を開けていたのは隠し扉の存在を知ってたからだ。つまり天海が首謀者だったってことだ。这个我就不是，应该打这个智障。天
神さんの死体が発見されたのはタイムリミットの直前でしたね。彼は図書室で殺害されていたよ。きっと一人で図書室に来た乱太郎、犯人が後からこっちとやったんだよ。天神は図書室にいたんだ。怎么加速啊？我就之前那一代不是可以加速吗？我怎么加速？那我开灯了。不不不不天神が死亡者だったってことだ。就是可动式书柜。不要问为什么。我觉得我在靠帅。黑白熊答案。我也觉得是黑白熊。你刚不是用可动式书柜？没有，我按错。我觉得天海的石油物吗？没有，黑白熊答案是说哦，因为他说他是被其他人颜面直击的。而且他说天海是说，他说天海是死掉了。天神は図書室にいたんだ。隠し扉の存在を知ってたから。つまり天神が死亡者だったってことだ。闭嘴啊，白痴！竟然不是？那你有什么根据？你刚才说档案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是持有物啊。那你试试看，是。我告诉你，我才是正确的。那持有物本来就有点……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持有物它没有带钥匙卡，你知道什么吗？因为他刚那边只有发天海只有发现他的那个，就是。天海的持有物里面没有钥匙卡，你要有钥匙卡才可以打开暗门，所以它不是首脑。哦，对，好，射。严当射击。没有，就跟有，好棒，因为三个智商的差，没有，我其实是故意猜不对，我在考验你们，好不好？好棒哦，第三个才猜。好了，等等就让你看看我的这个推理技术。好。因为它里面没有钥匙卡。有没有看到？别说了。首脑一定没有死。哎，我真的觉得女仆声音很像刷的老师。有没有去大大的帮我找一下？你像是那个主教。いや、死亡者にこっそり教えてもらったんじゃねえか。干龙马又在那边搞破坏，这捣乱我们的情绪耶！你看龙马为什么早就捣乱你的情绪？没有，现在又在捣乱了。你的脑中都是只有龙马。図書室に天神をおびき寄せて殺す。就是你龙马。それって犯人は死亡。なるほど、それはあり。死亡者なら赤松さんたちの罠のことを知っていても。死亡者が。ほら。今回の事件が完全犯罪、つまり首謀者は君らの罠を知った上で、阿姨、阿姨、阿姨的可能性又变高。美珠大奶、不会啦，美珠长得这么可爱，怎么可能凶手？别跟我开玩笑，美珠绝对不是凶手。完全犯罪を成立させ、私たちの罠を利用して、あ、待って、早くのお手上げじゃない。但我觉得龙马怎么知道？我觉得龙马真的太可疑。ちょっと、あき、だったら。みんなで他你知道没有，就是他讲这些事情，然后还扰乱我们情绪。我俩的分かってるよ。だからこそ終わりにしたいんだよ。この試合なんてふざけたゲームを終わらせるために、このためだったら。就是把你放，我也要利用。赤松さん、你是打对。来吧，他妈小吉，小吉又来嘴炮是不是？妈的来啊！嘴炮对决。実は俺。你又知道了，你闭嘴啊，小吉！哪里搞的？我觉得他像是扰乱的人。没有，我觉得小吉就是绝望厨哦。他每个绝望厨都一样，每个都在搞破坏，他妈的小吉！三代的破枝是不是啊？让我就像风一样快。犯人、うん、さっきの話だと犯人って犯人がカメラに映ってねえのはそのせいだ。つまり隠しカメラの罠を知ってたやつが犯人なんだよ。那意思就是我们跟阿姨啊，我跟阿姨啊。だから誰なんだって？お前だよ。俺様か？不是啊，不要诬赖美兔好不好啊？だって罠に使われたカメラって。妈的，我你 cover 美兔，妈的小。わかってるはずだよね。カメラに映らないように図書室に忍び込むぐらいの。你看这个龙马跟小吉这两个又来搞破坏，又在那边给一些怪怪的东西。人家美兔是无辜的，人家是无辜，人家要哭哭了呢，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俺様はカメラを作っただけで図書室に仕掛けるなんて知らな。普通
そんな妙なカメラを作れって言われたら。啊，人家叫佛心来的是不行哦，小吉。妈，钓鱼大师小吉。疑われた途端に反応が過敏だね。よろしいことなんてしてねよ。猫の割に大きな胸だとは言われるけど、イルマさんって強い。見逃してよ。人家很有钱，人家是无辜的。お金が欲しいの？我不想要钱，我只是想要找出真正的凶手。不然你以为我要做什么？你以为我要吃吗？我才不是这种人。不行不行，我们要 cover 美兔，美兔别怕，我们来 cover 你。蓝色的弱点。蓝色的弱点。赞同点。哦。相反的思考方式。哦，赞成。就是比如说，就赞成的意思啊。对啊，我们一定要赞成美兔，好不好？我们一起，大家一起帮发明家美兔加油。我们一起来告诉大家，他是无辜的，奶大怎么可能是凶手？奶大即是正义。对，奶大即是正义。他妈的，我们去电小吉。不间断的辩论开始。正直にゲロっちゃいます。イルマちゃんが犯人なんでしょ。そんなわけねえだろ。本当に図書室の罠は知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か。だから知らないんだって。そもそも俺様は図書室に行ってねえんだ。カメラを作った張本人なら。这个是谁？真公司的证词。路肩对啊，路对啊，路肩在那个啊餐厅做奇怪的遥控装置啊，所以他根本没有去图书馆，对不对？就应该是没有。妈的，想黑我美兔，你们这群王八蛋再等一百年吧！哎，是你做的啊，是你做的啊，傻逼，不要慌啊，美兔，美兔不要慌，我来 cover 你，我来 cover 你，不要侮辱我家美兔，他妈这群渣男。本当に図書室の罠は知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か。だから知らないんだって。美兔是无辜的啦。他帮他。図書室に。美兔别怕，哥来救你。是呀。それに賛成だよ。咱们保护了大脑。私もイルマさんは近く。もちろんだよ。僕は食堂です。ちなみにメニューは。不愧是老爸。というわけだから。对，没错。啊，你刚刚他都不在你这边，你刚刚是不会讲一下话哦？妈的！看戏，看戏仔。还要我们来拯救他们？もっと早く言えつの？对嘛？就说美兔是无辜的。赤松は頑張ったぞ。急にすごい上から。白金ちゃんってよく自分勝手な例えを使うけど。あ、ごめん。大馬は何を余裕ぶっ、てめえは当分黙ってろ。说得好，美兔，我赞同你。妈的，猫小童。你在比来比去，观众根本看不到。不要了，犯人を見つけるために。我还一直比中国，没关系啊。好可以哦。戏鹤啦，妈的，你再怎么哭也没人会关心你啦。妈，一直是个臭仔，臭屁。淡定哥。哎，你们看到，你们有感觉到了吗？那个小吉跟龙马一直想加我给人家，凶手总是这样啊！我觉得龙马越来越可疑了。对啊，而且龙马没有不在什么证明。啊，等好久了，好兴奋。柔らかい台、台であること。でも、それに。だけどよ。你看、龍馬又在黑人了。他又在黑人，又感觉出来了。他一直在黑人，你们感觉到？だったら、トイレに行くふりして誰かに変装した可能性もあるじゃないのか。他妈的，龍馬现在摆那个姿势，一脸就是呵，老子是犯人，我要先嫁祸给别人的感觉。変装？恶心的整治。そっか。
他会起疹子啊，所以不会是他。あのね、白金さん。そもそもコスプレって本来はフィクション作品でやるものだからね。まあ最近は曖昧になっちゃって。反正重点哦，人家 cosplay cosplay 虚拟的现实的，我感觉会。許せないあまりに生理的に無理だ。うん。私。つまり、白金。你看龙马又在那边故作镇定嘛的，先乱开炮，然后发现对自己不利嘛，在那边假装镇静。龙马真的是老江湖。白金ちゃんはいいやつだね。てめえが言うんじゃねえ。这个是 XIEBBAI0704，感谢订阅。とにかく食堂にだったら、東条と白金とイルマとシング四人ともおめでとう。帰るのはねえ、その4人以外で怪しいのは誰な。地下に行ったの。七个嘛，七个加那个阿海是七个。对啊。哈哈哈，そんな笑ってる場合じゃなくて。扣掉被杀了七海同学，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那个谁，那个机器人跟龙马也有不在场证，也没有不在场证明。我觉得大家不要这么快就下定论，真的不能这样讲。明明就有几个人还是有没有不在场证明，提出来好吗？没有，龙马是在第二批人啊，但是他也没有不在场证明。何言ってんだよ。俺が犯人だよ。大哥，你这样看起来有点像是凶手哎。拜拜，拜拜，别雷啊，拜拜。誰が犯人なんだよ。放心啦，不是你啦，美兔，绝对不是你是凶手，不要紧张。今度も違うよ。紳士は人を傷つけたりしないんだ。紳士才不会乱伤害别人。うちだって違うわ。犯人にはアリバイがあるぞ。だから誰が犯人なんだって。这里我觉得多喝水，大家应该喜欢看这一幕看久了。好。ちょっと、みんな落ち着いてよ。勝手に。大丈夫だよ、赤松さん。哎呦，这又是新的模式了。ちゃん、君なら。我们要集中精神，分辨大家的发言。哦，原来是我们的大招，真不愧是超高小级的钢琴家。哦，现在我们要从这里面找出一个关键性的证言。俺のことじゃねえか。俺。天気に罪をなすりつける気ですね。天気は悪い子ではないぞ。本当にアリバイがあるんだって。天気は悪いじゃないよ。大小。再怎么玩。三个不同人开始发表各自的意见，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在那边欧北共争产，整座神曼坦陷入了混乱状态，混乱讨论。我干，这个是新的。哦，那个四郎版也有啊。对啊，干这个很靠北，这个感觉。眼花缭乱。对啊。三方意见同时发表，平常的三倍的意见，干三倍数很难哎，这个啊，没关系，我慢慢看。描写就是基本上就只是从一个人变三个人，三个人在那边嘴炮，我们要从这三个里面找出绝对性的证据，发射我们的烟弹。孙川的证词，孙川的证词蛮有可能的，看孙川的证词，我觉得好像是说有三个人进去里面的，就是。春川夜场和梦野三个人进去游戏室，然后天海去了厕所，然后天海去厕所后就挂了。白白跟那个茶渡一起去找天海，然后就发现天海挂了。白白是在哪的？然后茶渡是那个体操选手，不是那个和气道家。然后待在游戏室的是春川夜场和梦野。然后。我猜是村上的证词。天海独自出去吗？对，天海独自出去，没错。只是另外两个。还有两个，还不急，还有。
看，只有这个哎、欸。啊，天海出去了，只有天海出去了。那天海出去，但有两个人去找他。B 点攻击。成功了。对，因为基本上就这个而已了。啊，其实离开的还有呢，还有很多人。そこのバカは忘れてるみたいだ。もう一人で奥の AV で誰がバカだ？就在说你。ゴンダ。ゴンダ。再看重重的影片，就提升战力。イメージトレーニングで。無茶だ。上等な料理に蜂蜜をぶちまけるがごとき思想。でもどうして？それは。可是那个门里面不是出不来吗？他关里面是无辜的吧？じゃあそのアリバイってやつ。わかった。今から急いで取りに行ってくるよ。この様子だと、こっ、僕ある。我觉得其他看也是个智障，没需要帮忙。もし本当にあんたが犯人じゃない。看龙马又带黑人。このままあんたに。就这不是我，要是这个我要做。他又带黑人。你要拼命反光，看黑化龙嘛？什么名字就是他，还能钓鱼？加油啊，全太！我觉得这个女人蛮可怕的，衣服也有点可怕。不间断讨论开始。ゴンタは犯人じゃないんだ。全太并不是凶手。だって。ゴンタがいた AV ルームからはみんながいたゲームルームを通らないと廊下に出られないんだよ。对啊，没办法，因为他那个门开不了啊，所以那是故障的门，那门故障打不开。AV ルームの出入り口は一つじゃねえよな。你就只有一啊，那个门就坏了，你不要在那边黑了好不好，龙马？妈，那个门就坏的，还在那边黑了。这个啦，妈的，我把人乱黑，还是要我来拯救全太。嗯，我勒个妈的，女主角是第二大的，你有听到？最大就是女主角。所以大家最喜欢这种白人。珍しいこともあるもんだな。このオリ様は。没事没事，人家是女生呢，出错几次可以的啦。君が間違えるのは珍しいことじゃ。ひどい。けど、あの引き戸が使えないとね。俺らがいたゲームル。ほら、だからゴンタは犯人なんかじゃないんだ。开朗的全太，真的啦，全太不是凶手啦，不要乱黑啦。え？ごめんなさいね。ご、全力で協力すると言っていいじゃん。女仆跳出来了。AV room 里，阿姨都没讲话。你说谁阿姨哦？对啊。阿姨正在构思到底谁是凶手，她正在思考，她那个侦探的脑海正在思考，她正在推断。図書室に仕掛けられているか。完璧じゃないですか。まあ、美人で天才の俺様にはすでに分かっ。その説明の前に。極原くんがいた AV ルームの引き戸は図書室裏口のこの扉の位置関係なら AV ルームにいながら図書室の雨水を殺すことが可能好呗，这个地方要杀掉天海，只有可能是龙马。龙马从视听室，然后那个细缝打出了外旋发球，通过左边第一个红色的门，再通过第二个红，再通过右边红色门，然后成功打到了天海的后脑勺，一定是龙马。又感觉出来，又发现了，又发现了。真的是龙马，因为那个细缝只有千穹能通过，人是过不去。但龙马只要在那里发出他的外旋发球，蛮有可能打到天海的后脑勺。绝对是龙马，合理吧？合理。ちょっと待って、AV ルームの引き戸は開かないから。廊下に出られないのに、どうやって図書室裏口の扉？あの引き戸は完全に開かない。对，一只手通过大小代表什么？千穹也可以过得去。それなら可能じゃないかしら。是
定是某样东西，是不是我什么东西啊？有这个吗？如果足以让单手通过大小细长的棒状物？棒状物哦，棒状物哦，这个啦，这个卷纸，这个卷纸，其实我应该消，应该这个，对，海报联系。是没有，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网球拍诶，这里有没有网球拍啊？哪里有网球拍？找不到诶。那这个吗？那什么？那个是音响，音响不够吧？音响很粗诶，不太可能是音响，也不可能是沙发啊。那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我忘记了。太天真了吧？那个也是音响。对啊，那这个，因为其实我有点忘记之前还有什么东西了。音响，沙发嘛，我就是买。还是投影的布幕？这根吗？是这根吗？哦，对对对，是那个投影的布幕，那一根，那根棒状物。開いた扉の隙間から丸めたスクリーンを伸ばし、扉を開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の。越来越像是龙马。龙马先用这个棒状物把另外一个门给打开，然后再加上本身那个小心打出蛇球，完全发球，直接命中到。問題ない。天海的后脑勺，越来越像是龙马。だが、図書室の扉を開けると。いや、カメラを仕掛け。西原君たちが撮った写真も先頭の人物が扉から少し入った。図書室の扉を開けた。ゴンタは AV ルームから出られない。だから極原君は殺しに行ったわけじゃなくて、 AV ルームにいながら図書室の天海君を殺したのよ。もしかして凶器の砲丸を投げたとか。拜托，那个地方用铅球怎么可能？那个角度砸不到天海，好不好？一般人根本砸不到天海啊！没有，这个位置不可能，我觉得全太近了。一定是龙马，全他的命中率没有这么高，龙马才是最会控制的。らしいぜ。信じてあげたいけど。我们要把大家导向正确的方向，要让大家知道，要让大家知道凶手是龙马。我们来看，这好像是新系统。だから違うんだって。我现在是。希望证实是龙马不在，龙马没有不在场证明，这个等等用得到。等等要揭穿龙马是凶手的时候，这个就用得到了。这个希望证实就用得到了。可动式书柜。哦，对啊，这个会挡住啊，因为天海在打的地方，这个有没有可能会挡住？这可能是书柜，有可能会挡住。真空式的正式，应该就是 AV ルームの扉をちょうど直線上にあったよ。感觉被书柜挡住之类的。障害物。较大。可以就是这个。それは違うよ。V 博导。AV ルームから砲丸を投げて天海君を。
没错，直线的话一般人是不可能。障害障害物動く本棚だよ。その証拠だってあるんだよ。欸、他刚说啥小？我也没在看，他刚说什么？显示问题 X。他说啥小？书柜是打开的证据是。照片吗？照片，照片，照片。这个，这个，这个，他打开了，这个智障打开了。そっか。一般人不可以啊，但外线发球就可以。我们继续看下去。啊，这时候这个书柜是打开的。阿玛尼君が殺す。ほら。隠し扉。私たちが図書室に。つまり、AVルームから天海くんめがけて砲丸を投げ。你说正常来讲，这时候铅球应该是得入脑。となると。なんだ。ごめん。ゴンタ君は謝る人。不是，咱们 hold 住全台。むしろ謝るのは私の方だ。好了，女仆告辞，但我感觉不太能怪她，就是为了造成凶手。啊，嫌なムードになってきた。どこがだ？あれか君は。これまた勉強。ちなみに、おいらは。あっぱくれ。なあ、ゴンタの疑いが晴れたのはいいけどよ。喜んでばかりもいられねえぜ。これで容疑者はいなくなっちまったんだ。よ、審判しかも。はい、よ、どうも。アマミを殺した方法もまだわからねえままだしな。わかってるのは凶器だ。凶器が砲丸なのは、倉庫にあったものだと。倉庫となると誰でも行け。サイハラ君。よく怖い。你说谁怪怪？龙马吗？龙马刚刚又怪怪的。阿姨为什么？まだ男人間かどうかもな。それは僕のことです。とにかくみんなでもう一度思い出してみようよ。きっとどこかに首謀者の手がかりが。首謀者の手がかり。例えば。阿姨其实那个时候有段时间离开、阿姨有段时间说要去拿那个，阿姨不是有段时间说要去找那个美兔拿那个照相机吗？他们可能是不是去拿铅球？阿玛尼君と誰かが他にもとにかく何かしゅでもでもえそうだだったら犯人が図書室に入った方法はさっき神様が言った方法で間違いないね。别再乱带风向啊！神様が言った方法。あそっかみんなじゃあアンジーが代弁してあげる。神明是这么说的啊。犯人が首謀者なら。カメラに映らないで図書室に入る方法があるって。何？マジかよ。マジでゲース。だって。随分と小物衆のする口調の神様ですね。能不被我们摄像机拍到变性都可笑死了。那是真的吗？来，神明告诉了我们，替我介绍神明。これが神様のみぞ知る事件の真相だぞ。原来是神明啊！神明告诉了我们，究竟什么呢？图书馆。犯人はずっと図書室に隠れてたんだよ。楓と秀一がカメラを仕掛ける前だね。哇，好聪明啊 ，CF。难道是？通风口吗？犯人は隠し扉の中で待ち伏せしてたってのか。啊，这个啦。但是没有人开过那读卡机啊，因为读卡机脏东西都很脏。因此，神明他妈在欧北贡。因为如果有人开那个读卡机躲在里面的话，那个脏东西应该他读卡机的脏东西不会。やっぱり犯人は男子でしたか。这读卡机反正是没有变。闭嘴啊！邪教。楓と秀一がカメラを仕掛ける前からね。図書室のどこに隠れていたんですか？隠し扉の中に。おい。それは違うよ。没有人开过那扇门。待って、アンジーさん。隠し扉の中に隠れるのは不可能。実は僕はあの隠。
哎，战斗机还在呢。对，没有人死过。首脑不可能在里面。首謀者が隠し扉、誰かが隠し扉。でもね、そう、つまり。你要干嘛了啦，龙马？你又来搞破坏嘞！干，妈，龙马真的是真悲了。你还差得远。跟龙马讲出了他万秋万字的名言，你还差得远。那你？哎，不可能啊！那你躲太久了吧？あんたの推理は甘いんだよ。妈要勾机是不是龙马？你还差得远呢，我才要对你讲。哦，我觉得这个好像要扛，要拿刀在那边扛。嗯，移动刀刃，再按下 A 按钮，使出普通斩击。Y 可以使出炎刃斩击。炎刃。言论交锋，持续按下 A 按钮。好，来来来，让我来会会你吧，龙马。隠し扉の中が無理だとしても、図書室には隠れ場所がいくらでもあった。要怎么扛啊？例えば。本の山の中、犯人はカメラが仕掛けられる前からその中に潜んでたんじゃねえの。そして天海を殺した後で逃げたのさ。ばあちゃんな。殺して逃げるにしたって、逃げる姿がカメラに映っちゃうよね。だったら天海を殺した後でまた図書室に隠れればいい。そして全員が死体に注目している中、自分もたった今駆けつけたかのように。你又知道了，龙马。その場で合流すればいいだけだ。お？だったら天海を殺した後でまた図書室に隠れればいい。メイホームに止めおる。そして全員が死体に注目しているが自分もたった今駆けつけたかのようにその場で合流すればいいだけだ。太天真了，龙马。その言葉切っちゃうよ。你还差得远呢，那是不可能的。大家明明都从这么一起回来，你这个傻逼呀、啊，漏洞百出啊，龙马，又想要乱黑了。ほら、図書室の書。母咪母咪新抱抱 ，HSI 幺八七零四四个月，谢谢订阅。こっちのは地下にいた残りの。最後の写真は。死体発見アナウンスを聞いたね、全員のかけだから誰かが図書室の確かにロマ感觉已经害怕図書室の外から駆けつけているみてえだな。他開始緊張だ。まだまだなのはあんたじゃなくて俺の方だったらしい。緊張なロマ。うんうん、怎么办、感觉我快被抓包了、怎么办。潰して真相に近づくんだからね、再払って。阿姨从头到尾都闭嘴，阿姨到底在干嘛？阿姨到底在想什么？话怎么变那么傻？阿姨。やはり問題となるの。まずはその問題を。でも、まるで透明だが、うちの上半身だ。ああ、そう。でも図書室。図書室にあった通気口は、あ、だけどあの通気ダクトがつながってる教室は。では赤松たち。夢野さんは透明人間に対し、うん、应该是要说通风口吧，因为这个很难。哦，没有，不是教室的通风口，应该是那个是那个图书馆的通风口，因为我记得不是有一堆书嘛，应该图书馆的对，对啊，这个图书馆通风口，嗯。再看一次问题。等一下，我再看一次。发生什么？这名凶手没有从通风口溜进图书馆证据室。哦，因为我们都在那个啊，我们都在教室，我从头到尾都在教室啊，我从头到尾都在教室啊，当然不会没办法过来。啊！しまった。
怎么可能？要数了。没事，我有四滴血。我记得还有一个，应该是那个堆积的食物。我找一下。我记得好像是书吧，因为书不会被动啊，啊书好像去了。这个对戒什么就是这个，是书呢，因为书没有被移动过了，书太多了出不来、啊，太多书了出不来。もし誰かがそこから操作の時に確認して、其实不一定啊，我觉得以龙马的身手，以龙马的身手应该是有机会从龙门口出来。毕竟身为一个网球选手，能这个飞檐走壁也是很不容易，越来越可能是龙马。結構も無理で神隠しならぬ。闭嘴啊！他に出入りできる邪教は。うわあ！ひらめいちまったぞ。あの今までの話。なもんカメラのインターバルを狙えば。何これ？カメラで出入りできんだろうが。CD 時間、挑了一个 CD 時間、趁虚而入。何それ？你不会早点讲啊，美兔。犯人はカメラが仕掛けられてることも知って。そのインターバルの間に図書室に忍び込んだんだ。越来越よく。次はカメラに映らねえです。やあ、よっしゃ。さすがは美人すぎる俺様。あ、智障！你不会早点讲出来啊！ねえ、イルマさん。あ？てめえ、知っての通り、あのカメラは一度シャッターが降りると、すぐに撮影できるように。もともとは手動のフィルムを自動で巻き上げるように改造し。お耳だよ。そういう大事なこと。猪队友哎。包金处男小生怎么在这儿他说阿姨吗对啊他说阿姨啊阿姨是包金处男西原くん欸啊ごめん言い忘れてたみたいだ言い忘れてた阿姨他好怪隠し撮りの計画には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没说出来啊阿姨それで言い忘れちゃったの怪哦怪怪的哦阿姨你不知道黑龙马吗没有我还是黑龙马只是我觉得阿姨有可能跟龙马是共犯共犯他告诉了龙马这个问题告诉了这个游戏 DC 龙马在使用他的飞檐走壁搭配他的网球拍打出外旋发球直接把天海一波带走就阿姨是共犯的几率很高。そんなことない。あの時はバタバタしてたから。まあ、恋か未知かは後回し。イルマさん、インターバルは30秒と言ったわね。ああ、ザリガニ並みの知能しかねえおめえらのため。イカマツと臭い原が図書室に仕掛けた3台のカメラはセンサーが感知してシャッターが降りた後。次に撮影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まで30秒かかっちまうんだ。ではその30秒間なら、30秒もあるなら図書室に入るどころか、天海君を殺して逃げることも可能かもしれない。はい。急げば可能かもしれません。動作再快一点、绝对可以办到。ジャマ。となると犯人はその。バカ言ってんじゃねえ。俺様には食堂にいたってアリバイがあったろ。我觉得美兔超你被黑的。超被黑。そういえばそうだったね。是谁啊阿姨それな。どうなんだよ、西原。而且阿姨帮自己拍了两张照片，搞不好两张背后有可能就是天海的尸体之类的。那被阿姨的脸挡住了。違うよね。黙ってないでな。はっきりして。ねえ、西原。まさか。他说谎了。阿姨，说点话，阿姨。阿姨绝对不会说。哎，休庭。好，我们这个已经进行到一半了，因此需要先操作休息，操作休息。大家可以先去买个什么爆米花啦，或者是大汉堡加鸡排、可乐之类的。我们十分钟后再回来哦。你要这么久？没有啦，我要马上玩。我活完他们。好了，我们继续开始。
好，我们休息一下，看着黑白球这一块。审判终于来到了高潮了，大家都知道凶手了吗？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龙马。摩斯真的帅，哎 ，U L A L A O G 又出现了，真的，我也赞同你，摩斯真的他妈帅到爆了。啊，好，谢谢阿宇，谢谢阿宇。有人说想看我们视讯呢。看你就好了。你要露脸吗？不要。那我露脸。那我下去吗？没，那不用，没关系。没关系啊。没有，那不用。留下。来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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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好了，我们还是先继续隐藏我们的容貌好了。我们不轻易把我们的项链露出来，反正凶手就一定是容貌。哒，那个就是俄罗斯。随着距离显现的场面越来越近，让人的心跳加速。对了，さっぱり犯してやけど、これだ。被害者と加害者の。そういうことを考え。毒が回ってきたから左。嘟嘟嘟嘟嘟，沉默的阿蛋。阿姨，你说说话，阿姨，阿姨，你摸着自己的内内没有用啊，阿姨。阿姨，讲出决定性的证据，是不是你有跟龙马讲这件事情？那个 CD 的事情，你是不是有对龙马讲过？阿姨，老实招出来啦，别再盯了，阿姨。ちょっと待っ、だって、西原、その西原君が本当にずっと一緒だった。大王刚刚大陆开讲，我中了五马，你觉得我该？来。分红啊，分红，用 UL 分一点，分一点。見張りの最中ずっと一緒に離れな、それは。じゃあその時に天海ちゃんを殺しに行ったんだね。そんなわけない。阿姨才不可能是凶手。命を落としたくない。应该冷静，并有逻辑地找出这个事件的真相。感情的になってるわ。这个吧。其实时间不一定。そっか。应该是警报器吧。だって防犯センサーの。阿姨是无辜的。あれは天海君が本棚を動かしたせ。あれが鳴ったのを一緒に聞いたところで、赤間その防犯。哎呦哎呦哎呦！三笑。動く本棚に取り付けたのって、西原ちゃんだったりしない？黑化了，妈的小鸡又搞破坏，他要搞搞废了。到，对，就是阿姨。その防犯センサーがちゃんと本棚に取り付けられたか、赤松ちゃんはその目で確認し。对，阿姨有可能乱放哎。防犯センサーを動く。嘘。西原ちゃんは防犯センサーを動く。実はずっと自分。そして赤松ちゃんと会っているときに、わざと受信機を鳴らした。但小杰其实讲的都还蛮好，虽然他是小鸡巴了，但是他说的是你知道吗？なるほどな、成功一点。怎么办？我觉得卖了啦，阿姨你就安心的去吧，赶快切割切割，快使用这个次元切割键。呼，赶快切割小峰。我觉得阿姨怪怪的，他为什么那么确认他不是凶手？因为他觉得都跟他在一起啊，然后觉得阿姨不会背叛我自己。好了，不要了，我还是觉得凶手是龙马，我们保护阿姨吧。灭音弹 ，A 可以发射灭音弹。好，我
们要先保阿姨，先保阿姨，保阿姨一波，保阿姨一波，绝对不能让龙马的阴谋得逞。防汛期，我先看一下，有了移动书柜，防汛期，但是移动センサーが仕掛けられていたのは。暗门的照片。第二站是要拆一下照片才能。那じゃなかったんだ。実は西原用来监视的教室。再看一次收讯器。不是收讯器吗？搜寻器是有人移动书柜，搜寻器就会发出声音，但是有可能是阿姨。只要有人移动书柜，搜寻器就会发出声音。但阿姨有可能把那个搜寻器没放在书柜里面，他搞不好乱扫，我也不知道。五马是参与7%奖金，干贼爽的一位了哎！分。这个打的。ダマチのそいつを聞いたせいで。たった今誰かが本棚を動かしたって。そう勘違いしちゃったんだ。我干，感觉7%超多哎，7%感觉是贼多那种。干又有是不是变大干爹要发财了？哦，是打粉红色。防犯センサーが仕掛けられていたのは。是打那个真枪吗？对对对，先让你打到那个。実は西原ちゃんがずっと持ってたんだよ。赤松さんが聞いたブザー音は。サイハラ君がこっそりセンサーを動かしたわざと鳴らした音だったんだ。赤松はそいつを聞いたせいでたった今誰かが本棚を動かしたって。そう勘違いしちゃったんだ。你说句话阿姨，不要再沉默了阿姬。不可能吧。防犯センサーが仕掛けられていたのは動く本棚じゃなかったんだ。実は西原ちゃんがずっと持ってたんだよ。阿姨别再关麦啦！干，阿姨真的不讲话，其实我很难帮她。西原君がこっそりセンサーを動かしてわざと鳴らした音だったんだ。あ、干。あ、ダマチはそ。こいつを聞いたせいでたった今誰かが本棚を動かしたって。没关系，我决定了，我们不要，我们不要。勘違いしちゃったんだ。没有，不是要打照片，我猜还是这个啦，我猜还是搜寻器的关系啦。改搜寻器还是有点 bug。干，我觉得阿姨再不讲话真的蛮麻烦。阿姨不做点事。動く本棚じゃなかったんだ。我怎么乱打战术？你没打。没有，是错。那你说第二个。对，我说第二个。我们血量够多了，够玩几波。就是这个通讯器。阿姨，再不讲话我们就要死了，阿姨。发射岩弹，并完美的命中到了目标。可恶啊！阿姨一直不给我情报，我真的很难做人哎。你知道我现在开大了吗？我猜是用来监视的。为什么？可动式书柜。実は西原ちゃんがずっと持ってた。啊，我记得啊，我知道了，我突破盲点了。暗门的照片就是这一个。我开，一定就是暗门的照片，我已经。感觉到了，完美无缺，没有第一个打在第一个。你在乱打，没有阿姨一直沉默，阿姨一直沉默，我受不了了，绝对就是这一个，完命中目标，有没有看到？为什么？有马蹄在你的马后炮？就是因为阿姨偷偷刚刚私信我，跟我讲是这一个。阿姨刚刚密语跟我讲，阿姨她现在有话难说，只好密语跟我讲。あんな写真は撮れてないはずだよ。对啊，因为天海移动的设置，对，是因为他移动的设置才会拍下的照片。阿姨跟我讲的，阿姨是无辜的。そんなことか。干。ごめん、そこまでは考えてなかった。如果像我能跳一幕，我一拳把小吉给打死。
あだ名チーパーへ。そんなあっさりですか。いやどうやら今の俺の推理には穴が。来来来给我一把剑士我就把给砍了。最初から分かっていたような口調。とにかくサイハラ君。いやちょっと待て。你又要干嘛？你你想起来你是凶手了是不是，龙马？我好像是凶手。嗯，我想起来了，我好像是凶手。防犯センサーの受信機には電源がついてたはずだ。だよ、開口。だったらこういう方法もあったんじゃねえか。確かに防犯センサーは本棚に仕掛けられていて、サイハラはその受信機を持っていた。ただ、サイハラはその受信機の電源を。お。なんで？そうすれば、アマミが本棚を動かした時。その後サイハラは地下の様子を見に行くと言って図書室30秒のインターバルを利用する。哎呦龙马不错哦，你是不是就是这样才进入图书室的？你那个推断美吧，哎。そしてアマミ君。赤松さんの目の前で受信。確かに。没有阿姨不要冲突，都挂麦啊！先死我阿姨，阿姨死我一下，别再雷了好不好？这个是 Jerry 9841-2365，感谢订阅。サイハラ君も何とか言ってよ。どうして何も言わないの？サイハラ君、どうしたの？阿姨，阿姨到底为什么他一直都不？阿姨，你为什么都不说话？你不说话是现在这样我们要怎么玩啊？阿姨，他感觉 carry 的很累。我 carry 的很累，干猪队友是不是啊？他说想要带我们全部一起下去，阿姨。你为什么都不说话？恭维阿姨，干嘛要靠你身 carry 没用的男人？他还说谎了吗？他说谎了。说谎了，说谎了。这个三代的新系统说谎出现了，咱们来帮阿姨擦擦屁股。终于要说谎了。说谎实在不应该，但是所谓的善意的谎言也是非常重要的，有时也是需要说点谎的。用谎言将会出现利用谎言突破僵持讨论的情况，这则需要您做伪证哦。我们要抓好人就对了，我最拿手了。长蛙暗歪能让言当化为谎言符码，变成具有相反意思的谎言当，有点像记忆。对对对。就是我们要把人家的话换成谎言符码吗？还是原本的原本？要研究一下。好吧，就伪证，伪证。当成功做出伪证后，减少的部分将会全数恢复。理路线。好了，我们想办法 cover 阿姨一波吧，阿姨太累了。最後にもう一度事件を振り返っておこうか。防犯ブザーは動く本棚に仕掛けてあった。サイハラも受信機を持っていたが、電源を切っておかないと。没有没有，是把人家引开。然后变成相反。对，然后应该是要先把一个人讲话的时候讲打相反的，然后再干干。カメラのインターバルを利用し、私以外の図書室に忍び込んでアマミをぶっ殺したんだ。そして動く本棚から防犯センサーを回収し、見張り場所に戻ったんですね。あとは楓の前で受信機をわざと鳴らして、殺人がその時起きたと勘違いさせれば、神田殺人事件の完成だね。闭嘴啊，邪教，邪教不要乱讲话了。サイハラに利用されたんだよ。ブブブ。好，没了。我蛮惨的，这段蛮惨的。最後にもう一度事件を振り返っておこうか。防犯ブザーは動く本棚に仕掛けてあった。サイハラも受信機を持っていたが、電源を切っておいた。だから天海君が本棚を動かした時は、刚会流血哦。ブザーは鳴らずに写真。我聊超多血。这傻笑，为什么聊那么多血？我直接把他说谎迹象，我就爆了一堆血。そして動く本棚から防犯センサーを回収し、見張り場所に戻ったんですね。あ
哦，或者是这原声啊，收讯器我们直接打在干那个，打在干那个哪个智障，就是那个光哪个智障。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出马一点了，我已经知道怎么做了。谎言弹就是这时候要发射。下去吧，龙马。没有，我吸了我会撩血的，知道吗？你看我现在吸，我就要死，你看我吸。嘿。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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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没办法，我就不要继续下去了。干你的阿姨！我们不会放弃的。哎，这次哦，我们不会放弃。干，我们每一代都一样。明明就死了。我们不会放弃的。没事没事，我们重新来，重新来。最后にもう一度事件を振り返っておこうか。好好吸呀。防犯ブザーは動く本棚に仕掛けてあった。西原も受信機を持っていた。吸了，吸了，然后呢？電源を切っておいた。吸了。だから雨の日が本棚を動かす。猛吸，猛吸。ブザーはやらず吸来。你又快没血了。吸到极限。在最关键的时刻，最后一刹那，射出我的眼！如果讲完会怎样？我现在就，我现在只要吸住我就。那讲完会怎样？然后我就死。哎、欸，你是不是第一个十秒内死两次的？我还是第一个十秒内死两次的实况组哎、欸！已经没办法了吗？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不会放弃的。所以大家怎么吸啊？我还是看不太懂。其实我觉得我看不太懂。最后你们会吸多久？昨晚不是用吸的，是按键把自己手上的岩弹换成假的哦，然后打在正确的弱点上。要先把自己身上的岩弹换成假的，要怎么换 ？Y， 你刚刚是按什么吸？那上 Y 是直接 Y 也是开吸啊。按什么吸？按什么换？没有，好像哦哦，我是吸完后好像可以直接换我们身上。可是你是要？防犯ブザーは動く本棚に仕掛けてあった。西原も受信機を持っていた。你你要不要再看一下？我吸了吗？我觉得我吸了怎么？だから天海君が本棚を動かした。投影聊天室。投影聊天室。ブザーはな。他刚不是说 Y 把东西吸起来吗？你看这样可以撤了不？哎，现在有吗？没有。そして動く本棚の防犯センサーを回収し。哦，是你，不管你切换到哪一个，你吸就会换了吧？我试试。你随便切一个。殺人がその時起きたと勘違いさせれば、神田殺人事件の関係だね。高松は西原に利用されたんじゃない？我觉得我需要什么？刚不是有个地方。最後にもう一度事件を振り返っておこうか。防犯ブザーは動く本棚に仕掛けてあった。应该是先把他说的话，现在我们把它吸起来。哦。電源を切っておいた。だから天海君が本棚を動かした。如果吸了要怎么打？ブザーは鳴らずに写真だけが撮られたんだ。它是一般的地方不能按吗？移动图示。哎，你。你看。长按谎言符码嘛，然后发射岩弹，长按谎言符码。你按 Y 按一下就好。哦，按一下吗？你按一下，你按一下。你说刚刚那个对不对？好，再换一个。
按 Y 就不见了，按 Y 你就直接不见了。对，他直接死，按 Y 他就直接开射。按一下嘞，然后不要按太多。还是我觉得会不会打一下？其实我刚只是打错，我打到正确了再说谎。你们看我这样打还正确的，我是打错了。那现在一定就是要说谎。哦，我大概知道，我大概知道了。我们先乱打。没有，我觉得你随便吸一个就好。好，给你玩。哎呀，就随便一个。然后在刚刚那边变色。哦，你一说，我随便。就大家前面随便吸一个，你要找到你要的。だから天海君が本棚を動かした時は变谎言弹然后射出去。那我要怎么变谎言弹呢？その後サイハラは。哇，我们这是又成功把观众搞到恼羞了，贼开心。每次玩这种游戏，特别容易让观众暴怒。禁止部全部站起来！他们都不用按到禁止色，然后在弱点那句放开吧。按到禁止色，然后在弱点那句放开它。按到变紫色。哦，我记得啊。然后等等他弱点那一句。我刚才意思是你在对射爆他，就是这样。其实我们是故意把剑砍掉，看我们老师有没有很开心。抱歉，我有件事情来不及告诉大家。那你记得你刚刚射了什么吗？啊，我刚刚射了就是。啊，是的，都是剑子布。你一开始没有，其实我是骗斗内。骗斗内实况。谢谢汤哥，谢谢汤哥的100块。所以你刚刚到底射了什么？没有，我们随便射一个啊，基本上你随便射一个就好了。実は对啊，我刚射的是说我拿反应感应器，反应感应器本来不是他们说是最远拿的嘛。好啦，你我们骗大家说是我拿的。谢谢汤哥的懂内，汤哥救了所有聊天室的观众。你们看，汤哥找个五分钟抖，就不会让大家暴怒了。我们谢谢汤哥，感叹汤哥。そんなことしても自分の首死んでもいいから西原君。哎，阿姨啊，我们都跳出来帮你撒谎了，阿姨做点事情啊。死んでまで他人をかばうなんて。さすがロボ、心ない。ロボに心がないなんて先入観。天才は。ありえない話じゃない。愛する人のためなら何でもしてあげる。哎，有圣光哎。好像神父。对，他好像神父。誰にでもあるんじゃない。圣光啊。僕に。でもその人は迷惑だと思います。俺も可能性はあると思うよ。二人それに。ほら。你又要干嘛了啦？你又知道我刚才在说谎呢？你他妈闭嘴啦，小吉！啊，到底阿姨要不要讲话了啦？赤松さんのことは信。さっきからずっと無言ですし。嗯，我真的觉得阿姨你再不跳出来，我们就全灭了。我已经快扛不住了。阿姨。だら犯人は出さ。いや。嗯，私も。啊，俺も違う。アンジーも違うと思う。干，你刚刚明明就说阿姨是凶手，那边发出圣光，他说啊，这都是神明的指引啊，罪人就是凶手。其他都说不是。でも神様の困ったわね。ちょっと待った。哦，这又是新的哎，讨论争辩。
分为两个阵营呢，对方的阵营，还有我方的阵营，要找出这个关键字，找出关键字去嘴炮，然后最后一个冲刺直达本垒。再不认真看聊天室的那群剑指部躁郁症又要发作了，看他们发作真的是跟神经病一样，很可怕。成功配对，便会进入最后冲刺。哦，还要推耶，还要把他们主动往前推出方面，反正就是一直往上。感觉很难耶，你要被骂了。没有啦，我觉得他妈的剑指部的闭嘴。剑指部。分开阵营哦，七打七。哎，观众说这里超难耶。没有啊，他们就没有玩过，然后很像刚玩过几百次一样啊，讲得很懂一样，看久很烦又不舒服啊。我只是说观众说这里很难，他没说什么，好惨哦。阿姨不是凶手。西原君はカメラのインターバルのことを隠してたね。哎，对，然后嘞。俺様にはアリバイが。哎哎，美兔，咱们不是同一个阵营的吗？西原と赤松はずっと一緒だったわけじゃないよ。待在一起，然后搜集他的偽造可能性有没有作假？だからそれは赤松ちゃんの嘘でしょ。小刺松说谎，说谎，说谎，这是说谎。哦，我大概知道了。我一定要说服大家。カメラのインターバルのことを隠してたね。俺様にはアリバイがあるだろうが。再発トモタ君。再発トモタ君。交给你了，兄弟，干掉他。对。漂亮，待在一起，交给你了，这个女仆上啊！搜寻器，闭嘴！搜寻器就在赤松同学的手上。你才说谎呢，干你的小子！哦哦，时间间隔我没有打。来，时间间隔。来，这个你先上，你先上。形态。西原のアリバイだって赤松が証言しただろう。西原と赤松はずっと一緒だった。どうじゃさ。他明明就有跟我待在一起。二人が一緒にいた時よ。但我发现我这条善奇的号码，肉肉跟我跟你才蛮干的，你这个也太雷了吧，因为喂，屌虐屌虐屌虐，来来，咱们做一个最后的冲刺。哎，刚按错了，倒霉。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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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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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屌虐屌虐屌虐！敢这群人盘活一个废物哎！みんなお願いだから信じてよ。真的不是凶手。だからここで西原君を犯人にしたら私たちは不正解になる。そうしたらそれだけは絶対にさせない。赤松さん。UALA 啊，我们从头到尾都在帮阿姨，阿姨这样打的。UALA 也不是，没有啦 UALA 这看错了，不能怪了。好了好了，早点平复心情吧。乐透什么都是浮云。ゴンタも西原君を信じるよ。だったらよ、犯人はドイツなんだ。敢凶手就是你，懂吗？それを突き止める。話し合うべき。そうだよね。西原君。訓練。え？だって。西原君って犯人じゃないの？明明就不是凶手，为什么都不说话？ずっと黙り込んでるよね。不想放って。真実を暴くのが怖くてさ。
他害怕揭发真相。やっぱり。でもさ、西原くん、君は答えるべきだよ。君は怖がらないで言ってよ。君は。不是他一开始是叫他一定要揭发真相吗？真実に。勇敢一点啊，阿姨。别再当个娘炮了，阿姨。好。照片怎么了？看他沉默了两小时，终于说出了。该不会有一张被他藏起来？最重要的话。小心！阿姨终于回来了。天海君，僕はずっと不思議に思っていたんだ。この時も天海君。不思議。この写真を見る限りだと、でもそれって彼は僕らが仕掛けたカメラに気づいたってことだよ。確かにそうですね。多分このカメラで撮られた最初の写真の時だと思う。天海君が本棚を動かしたせいで彼はこの時点で何らかの理由で。そしてカメラを取り外そうとしたんだ。それにセンサーが反応して。彼がカメラに気づいた何らかの理由が。俺様はともかく他のずっとその何らかの理由を考えていたの。その答えは答案就在这张照片上。这张。闪光灯。啊？为什么闪光灯？就亮一下。そっか。哎，是的。那为什么？你是用晒的吗？没有啊，不是会亮一下吗？哦。扉を狙っていたカメラは天海君はそのフラッシュの日同じような状況で撮られた。哦，你说那张比较。僕が仕掛けたカメラを。これは正面口。こっちのは。哎，真的都比较都没有开闪光灯，这个是有开闪光灯。そして一个发出了圣光。前面の人物は同じ部屋で。隠し扉を狙っていたカメラだけはフラッシュの電源が入れられていた。どうしてフラッシュの電源。ただのミス。じゃ、うん。つまりあのカメラには別の役割を。把人引诱过来，然后才可以杀他们。そっか。哇，名侦探阿云。本棚を動かした人物をあのカメラがある引誘到犯的照相机的位置。だよね。然后，这时候龙马打出了他的外旋发球。关门的时候有什么机关？没有，龙马没有，就是龙马打出外旋发球，成功打到那个位置。感觉是关门的时候会有什么机关？そのためにカメラのフラッシュを入れておいて、あえてカメラに。そして。実際にその通りになったよ。本棚を動かした天海君はフラッシュに気づいて、照相機の位置。その時、扉のし。おい、あか。ん？いや、おめ。何？怎么了？変って？该不会他妈凶手是我吧？今の一連の君のはず。もしかして犯人が就是我？就是龙马。就是我。分かったよ。其实我早就知道了。ていうか、就是我。本当はずっと前から分かってたんだよね。不是吧？怎么可能这样演？凶手一定是龙马哦。那他不然为什么他一开始要跟？あのカメラのフラッシュ。可以打开那台照相机的闪光啊？可以啊，就龙马去偷偷把人家闪光灯拿走，就是只有龙马。そうだよね。就一个人，没有一个人。だからね。这起事件凶手就是龙马，绝对就是他。结束，游戏结束 ，Game Over。选自己，选自己啦。啊！全自己！可恶啊！凶手就是我自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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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快，有在计时。没事，不计时。就是我！不，你不要再雷了！我不要，我不是凶手！好了，打自己吧。就是我。啊、靠北哦！怎么第一集凶手就是我啊？为什么不是龙马？这样会换主角吗？没有啊，我不会死啊，因为这个班级审判，我应该不会挂掉吧？因为不是第一个杀的，没事吗？みたい。やっぱり私じゃ無理だ。ごめんね、みんな。
他在自言自语。这在演哪出啊？ごめんね、西原くん。君がずっと黙ってたのは、でもそれじゃダメだよ。私はここで終わりかもしれないけど。傻小了，那我第一集女主角就挂了。私の君に託すよ、西原くん。换男主角。ここからは君がやるんだよ。君がみんなを守るんだよ。不要，小峰。哎，他是赤松さん。有那个。君は一元两元三元的感觉。四元。でも。觉得这实在太残酷了。残酷だけど。他真的有个五元的感觉。五元都是骗观众。你说五元哦，都第一集挂掉那一个。就放在封面，然后以为大家以为他是主角。看，干你小高。傻笑啦！第一集女主角就翘了，所以其实主角是那个吧，阿姨吧。我不要阿姨当主角啦！我们之后要演阿姨吧。哎，现在退款还来得及吗？赤松さんが。そんなわけ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所以他边扫地边杀人哦。没有，就是趁阿姨不在的时候，他找到机会去杀人。因为只有他没有不在场证明。冗談だって。冗談。え？もしかして本当に私が犯人だと思っちゃった？嫌だな。だって天海くんが殺された時、その後で図書室に行って、そこで初めて死体を。そもそも私は天海くんと会ってない。そうだよね。もう。当たり前じゃん。怎么了？我觉得他坏掉了哎，他坏掉了。怎么每一代之后要死之前，每个妹子都会坏掉？某个人没有啊？啊，有数字的没有？冗談でしょ。場の空気。他没有坏掉，他圣光的死去。はいはい。私があの砲丸で天海くんを殺すな。对嘛？怎么可能是小峰杀的？难怪这里他脸，对啊，他脸就坏掉了。才跟他讲，说一定要找出真相。他应该有什么理由才要这样吧？不知道哎。いや、冗談なんかじゃない。なんだと？そこまで言い切ると、ああ。だったら教えてくれる？私があの方眼。赤松と西原はずっと一緒にいたんだ。赤松さんがどうやって、それはどこで方眼を。都在哪里？啊，因为那个，就是小峰应该知道，他故意把铅球放在那个图书，就是图书馆的书本里面啊，然后可能从上面掉下来，把那个谁啊，把那个阿海给砸死。因为我没有去过图书馆，我们是可以在图书馆摆下一些陷阱的。非得和真相战斗不可。我们要变阿姨了。我们要变阿姨了。可恶，还我小峰！私にはアリバイがあるよ。促进质量开发 BGM。天海くんが殺された時、私は西原くんが教室で見張りをしてたよね。天海くん。来监视哨。中途队员去看地下室情况嘛，我们就那时候跟他分开一下子，然后我们就那时候去送他下去。会ってもいない赤松さんがどうやって彼を殺せるの？犯人の砲丸を使った場所が重要みたいだけど、図書室に決まってるよね。アマミが殺されたのは図書室だからな。他の可能性などありえんじゃん。だとしたら、私に犯行は不可能だ。哎，小峰干嘛自爆后又在那不承认自己是凶手啊？私にはアリバイがあるよ。没有没有，你没有不在场证明。像我们被杀的时候，对对对，你和我在教室里。对，我看到我在教室里。没关系没关系，我希望这个我可以一辈子都不说的。犯人の砲丸を使った場所が重要みたいだけど、図書室に決まってるよね。对对对，不是图书馆，不是图书馆。天海が殺されたのは図書室だからな。他の可能性なんてありえんじゃん。だとしたら。私に犯行は不可能。对，小峰怎么可能会行凶？
私にはアリバイがあるよ。球开前低模式，素人聊天是一堆八十七句扣。先看过剧情很屌腻。我不知道，那应该是有人看过剧情之后再聊天说自己很屌。哼，我早就知道剧情，他应该在说这种人。就是哼，我早就知道结局了，你们这群没看过的死憨逼们。我看一下、喔，应该他在说什么？我猜他在说这种人。就是因为刚不是很多说什么哼，你们看完第一集之后，你就知道这个结局真的是很厉害，你会想干你。あってもいない赤松さんがどうやって彼を殺せるの？就是也有人剧透龙马就是凶手啊，我觉得因为没办法分辨是不是剧透哦，因为我们这个看得懂人才知道是剧透。然后我们要死了，我要死了！啊，打错了，果然小峰不是凶手。阿姨，你去死！你要死了，睡啦！你死了三次。我是觉得我们大家在这里就停止了好不好？对对对，我觉得阿姨才是凶手，我觉得我们这凶手就是、哦、我们这个按下去了，我觉得按下放弃，然后我们就不要再碰这款游戏了，这样的话小峰永远在我们心中都不是凶手好不好？这样小峰就是我们一辈子的再次挑战，不要啊、哦，你看大家都说好啊，好啦，应该是这个啦。我看一看，好，我认真玩一下。掉在上面沾有血迹，应该就是放在监视器，应该是用来监视的教室打电的。BGM 是什么？那 BGM 就是你要听吗？那就是这个啊。我在听啊。推理那个 BGM。那我他也是一个人。没有，哦，你说那个 BGM 哦，那个我等一下给你讲。那个只是放出一个东西，应该不是。図書室に決まってるよね。中。それは違うぞ。不要啊，小峰。赤松さんが砲丸を使ったのは。現場の図書室じゃなくて、僕らが見張りをしていた。是我们用来监视的一楼教室。待てよ。一階の教室でどう利用通風口。赤松さんは一階の教室から砲丸を投げることで、地下にいる天海くんを殺した。一階の教室から砲丸を投げて、地下にいる天海くん。其实我觉得不太可能、啊，但小峰怎么可能会打出这种魔，怎么能丢出这种魔球啊？只有龙马有机会啊，因为龙马是网球国手啊，他是网球王子里面的人，我还是觉得还是有可能是龙马。怎么可能啊，小峰怎么可能有这么厉害的技术？飞到哪个地方才能移动到教室？哦，通风口不可能啊，通风口那么容易就打到正确的人？我觉得，哦，干，我真的觉得，试试看。无关炸弹。这是跟上一代。哎，这代是隐形的，我们先把通找出来吧。通口，通在哪里？哦，等，它会亮一下，它会亮一下。风。口，哒哒哒哒哒，正解，龙马朝那个通风口射出了，发出了，激发出了他的外旋发球，成功击中到了图书馆里面的天海。あそこに投げ込めば、お、そっか、あの通気、だから一階教室の通気、図書室の本棚の上にある。对啊，怎么可能打到天海？天海在最左边那里耶，他通火在右上，怎么可能打到左边的天海啊？对啊，怎么可能啊？他又不会磨球，小峰又不会磨球，怎么可能啊？天海是死在最左边耶，离他这么远，你没有学过杀人网球的人是不可能做到这种事情。どんな偶然だよ。地味に謎だね。く
可恶，要是我那时有发现的话，小峰做了什么？小峰做了什么？不要开始哈。通気口から出てきた砲丸をどうやって天海くんの頭に命中したのか。はい、強い。注射とかは。ベジータス。应该是利用死命。そんなの不可能ですよ。啊，等你。我求只有你打得出来啦，就是你啊。天海の頭に落ちたわけもないし。床に転がった砲丸に足を滑らせて。天海ちゃんが頭を本棚にぶつけたとか。バチよ。転倒事故には気をつけよう。逆に死体が移動したんじゃねえか。这也不会。天海は通気口の下で砲丸で頭を打った。应该是对戒书打在那个，他利用对戒书，然后来控制前头的整段关系。这个就可能性。小峰。ねえ、彩原君。小峰真的是自愿杀人的吗？真実を見失わないでね。小峰不要用表情看着我。通気口から出てきた砲丸をどうやって天海くんの頭に命中させたのか。そんなの不可能ですよ。对，是魔球，一定是。勝手に本棚の上。就是你能打出魔球的男人。天海の頭に落ちたわけもない。他敢打，他敢连他的话语都是魔球。再我打不了。好啦，我们就给小峰一个。小峰，我真的不想打，但是没办法了。你害我以为凶手是龙马。勝手に本棚に。拜，小峰。没中了。それに賛成だ。星君の言う通りだよ。心说的没有错。砲丸は本棚の上を転がって天海くんの頭上に落ちたんだ。本棚の上。自分で言ったことだけどよ。そんなに都合。いや、都合よく犯人は本棚に砲丸。应该会有。我的精心设计的平面图就在美兔的身上。我们没有证据呀。そうだ。イルマさん、君は捜査あの自作のドローンを使って。おお、あれって写真を。だったらみんなで。頼むよ、イルマ。なんだよ、あれが。おら。用眼神舔遍整张平面图吧。来，我们来看看平面图。哦呦，干！你们看那个书，这个书好猛哦。这个书是完美的计划哎。这个平面图贼猛。我开始懂了。这个其实这个构造蛮明显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凶手是谁。首先嘛，龙马从那个餐厅打出了回旋蛇球，然后转弯，最后到了那个小峰所在的教室，成功打到那个通风口里面。通风口里面的铅球滚出来之后，咻，成功击杀了天海，因此凶手就是龙马。好了，我们已经破案成功了，凶手就是龙马，好不好？龙马真心强，这个回旋蛇球厉害。出爆表了！思った通りだよ。思った通り。好了，小峰安心的去吧。合理哦，合理哦，哇，好猛哦！这计划还太猛。这计划还蛮猛的。哦，龙马部这个局部的真的蛮久。なるなる。哎，这一波带走哎，其实蛮神的。一階教室の通気口に投げ込まれ。滚啊！滚滚滚滚！磁气功能，它不会掉出来吗？没有，不会啊，它就排好，没有，它排好了，没差。你只要用滚的慢慢滚，就滚下去了。啊，歪掉怎么办？歪掉，小峰这么聪明，才不会犯出这种错误呢。你不是说是龙马吗？没有。嗯、小峰龙马好不好？姓小，不要再掰了，小峰就小峰，跟龙马。不要，我不承认。一个精锐的操作，铅球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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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階段状になった本の上、本棚の上の本は三同時に所以哇塞，一个完美的控球，哎，这波有点溜，哎。然后这个智障就被打死了。隠しカメラのフラッシュ。次々とカラクリが連鎖し、この仕掛けは、まあ、そういうことに。いや待てよ。そんなし、そうですよ。这园去地下室的时候，哎，对，有没有在更早之前？没有，是他说拿铅球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离开教室的时候。そうだ。僕らが教室を飛び出し、受信機が鳴った時、きっと。快走吧，赤松同学。然后这时候小峰偷偷的冲去了仓库。把铅球给拿出来。そうだよね。あの時のことも。今の言葉と。ちょっと待て。うん。そんなもん。あんなに殺し合いを。そうだよ。え？赤松、おめえは何？別再戳啦！疑问だって残ってるしな。还有什么疑点吗？是什么疑点呢？そいつは音だ。図書室は静かなはずだ。保护妹子人人自相残杀。保护妹子的感谢汤哥的抖内，但是有换这个 BGM， 因为这个 BGM 都蛮吵的。然后那时候放的时候刚好就是丢钱球。天海君に警戒されちゃうよ。感谢这个。大碗约一张一次用谎言谈而不用正常方法过关会有小彩蛋，大碗可以用心找一找哦。希望没有剧透到你。过关会有小彩蛋。OK， 感谢这个 HINTS 五美，感谢董妹。好，这只是算提供过关方法，不算剧透了，这个不提了。好，谢谢 HINTS 的五美。赤松が犯人なんて信じられんかよ。まだ疑問だって残ってるしな。疑問とは何だ。そいつは音だ。何？図書室は静かなはずだ。没有没有，主管一点都不安静。太快了。你这个迟完老人。響いちまうじゃねえか。这个也可以打吗？对不起，要打第一个。しまった。赤松が犯人なんて信じられない。まだ疑問だって残ってるじゃん。本当は何だ。そいつは音だ。精准的打中了这个据点，哎呦！竟然会扭，没有，这个真的，他太快了，不是我迟缓了，是这个游戏设计不知道在快三角的。你过了，没有我在看你的脸，我来，没有我看你的脸，不小心过了，谢可爸他妈妈谢我打过两个月，感谢订阅，没有啊，你的脸太正了，还有不小心看到，你刚完全在看我，在看我，我刚才看你的脸呐、啊，完美的命中到了这个据点 ，nice， 我打。殺人が起きたのは動機のだから事件。主管是非常聪明。モモトちゃん。不过我觉得有点夸张哎，那个谁，那个小峰又不知道那个时间点刚好会换 BG 哎，刚好那时候丢铅球下去，我觉得也是很帅。因为照讲那个时间点会换 BG， 小峰自己也不知道，他怎么抓那个 timing 把铅球丢下去，把那个天海给砸爆了。我觉得有点牵强。那段就是他们下去图书馆的时候，然后忽然就是要犯那个塞一小时，大家就要死掉了。然后之前上打 BGM 一犯的时候，那时候小峰才把铅球丢下去，把天海给砸爆。但是小峰怎么知道会犯 BGM？ 好，你继续。对吧？我觉得不合理啊。だとすると、
赤松さんの犯行のほとんどは一緒にいた犀原。うん、その通気口の蓋を外して砲丸が出てくるように、そして砲丸。うん、速度比我想像还多呢。然后这时候就在排书了，这时候在计划，可这时候就开始计划，小峰也太天才了吧。それに最初あれってイルマさんに渡すカメ、哦，东西全部装在背包，这时候也把铅球偷偷装进背包里了。这个四次元背包，这个没有用。ずっと隠し持つって。ない。背包。そうだ。赤松さんのリュックだ。いくら重い砲丸と、君はリュックに替えのベストを入れていたけど、そうすれば一緒に入れたカメ。じゃあ。でも、さ、彼女のどの行動も直接さ。けどよ、今の違う。我已经没有力气再黑龙马，证据已经确实了。他看起来那么……啊，你干！你刚不是他妈一直黑我，你现在在关心我干嘛？啊，那你，みんなでここ。这个人到底是怎样啊？这是小鸡巴，人格分裂是不是啊？違う、そうじゃない。違うってな。赤松さんはそんなこ、什么？そんな。小峰是不是想要杀那个啊？小峰是不是想要把那个？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小峰是想要把那个？他想杀黑木。杀他想杀黑木，因为他觉得，因为他觉得那时候在图书馆出现的一定是黑木，他误杀了，我感觉他误杀了。他说杀错人了。我们家小峰很乖的，才不会乱杀人。杀错人了。なんでまだ私を信じるの？違うよ。だからこそ真実を暴くんだ。そこに。抱歉打扰你游玩，又到了教学的时间。认真看，认真看。没有了，这个简单了。解除武装。理装武论。理论武装，你刚雷的这个。理论武装哦。哦，这个就是跟这就最后一最后一幕了，这就最后一幕了。哎，这好像不太一样哎。对啊，认真看。这个不太一样。可好像跟上一代蛮像。哦，没有，这是抓一个 tempo 啦，这个我会啦，就是跟着 tempo 一起做就对了。哎，刚才是不是小哎小是要把小梦衣服给脱光啊？脱衣服了。阿 B 可以发动无敌。脱衣服了。嘟嘟嘟。这个是 UUO8526 新干爹，感谢订阅。这跟一代差不多了，这没有变，只是好像可以脱衣服。来吧！踏踏踏！間違いなく私なんだよ。踏踏。そんなことをする人じゃないって。踏踏踏。私が悪いんだよ。踏踏踏。まだ私を信じてるの。节奏大师 Wins， 你超没节奏的，他节奏也太奇怪。节奏大师 Wins， 节奏大师 Wins。节奏大师 Wins， 有了有了有了，感觉来了感觉来了，跟着这个感觉一起。哎，你要不要带两只？没有没关系没关系。全部私が悪いんだよ。跳舞跳舞。まだ私を信じてるの。噔噔噔噔。犯人は間違いなく私なんだよ。哎，这到底是怎样？这他妈有够难按的哎！你听两个，搞不好他两个。私が悪いんだよ。有不一样吗？有了有，感觉有那个节奏了。对啊，因为我想说什么，我这边有节奏。犯人有什么違いなく私なんだよ。音乐啊。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 bug 啊？等一下，这个怎么没有没有没有，真的很难按。我们抓到一个完美的时间点按下这个。哦，我知道了，要早点按了，我刚太慢了。你吃饭？这到底是啥小啦？不是我吃饭吗？换我，你这个
没有，我抓到节奏了，我抓到节奏了，小峰要被我脱光了，是我杀了天凯同学，太没节奏感了，それがこの時有没有？没有。噔噔噔噔噔噔，有没有？跟着音乐一起流动，就跟着音乐一起，可是背叛了大家，你才不会背叛大家呢。好惨哦，それがこの時間は真実なの。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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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我对小峰持续造成的暴击，小峰快 hold 不住我伤害了。小峰要脱了，小峰要脱了，我们加油，我们再努力点。啊！小峰脱了，给予小峰最后一击吧。死杀手魔。杀死手魔没有，那个意思也通好不好？我觉得最难的还是那个杀死手魔。那我至今为止觉得最难是哪一个？那个暗黑四天王什么破坏者，超难的。我刚觉得我文法怪怪的。我觉得好像没什么音乐，没有，它就是节奏。自分が助かりたいから人を殺したわけじゃない。君がやろうとしていたのは、この殺し合いの首謀者を殺すことだったんだ。首謀者？赤松さんは天海君を狙ってこの殺し合いを終わらせるために、そうなんでしょう。不要因为这种原因就送我们小峰下去好不好啊？他是杀错了。我觉得你不会让其他人领便当啊，为什么让小峰领便当啊？干你小高！对，妈的就是你阿姨。やめてよ。お願いだから。全部都是你的错，阿姨。干，对啊，就是阿姨害的啊！妈的，渣男，害我们小峰就送走。就是阿姨，我不管。你现在哭能解决问题是不是啊？就是你的锅啦！サイハラ君，不要，小峰，不要离别。君が終わらせてくれな。最後に君の推理でこの事件、それで、それが。不要。わかった。最後に。可至少他还有那个。你说阿姨解释他的清白啊？但我觉得，觉得这样不好，我很难过。其实没有人想过最衰的是天海、对，其实最衰的是天海。你们有人想过天海的心情吗？天海他妈最衰，连自己有什么才能都不知道就被砸死了。有没有人想起天海？你们是不是都忘了天海了？你们是不是忘记天海了？天海波波对，我们都忘记天海了，我们大家都在说小峰不要死，然后阿姨渣男，都忘记真的死掉那个人最衰啊。答对两次即可接受。应该是。哦，按错了。还有很多页。对啊。十页。这个应该是这最前面的。开启闪光。应该这个吧，我记得好像之前查查影片。等一下，我有点我想起来我做什么。这个两人拜托谁改造相机？这个应该是那个，这个还没出来，这个还没出来。你先到别页吧。慢慢来。这个。你可以，你为什么不把那个游标移到这边？游标。发表这个东西时，表示打算与黑白熊战斗的是。百田全太茶助三郎。
看后面啊。两人拜托谁改到这里还没出来？有没有这个？慢慢来。右边，右边。对，开启凶手在仓库找到的铅球，没有没有铅球。这里啊，这个啊。他解锁了吗？有啊，这个有了。够色。度圈圈，没错，就是铅球。翻开百科全书，多了一个这个。好，然后这里是凶手在图书馆里偷摸口做的事情是，好，这个还没有，在偷摸口盖子套在里面。噔噔，然后我们哈，我们凶手最后摆了什么书？凶手摆了。解锁了，解锁了，解锁了，解锁了。对，鹿间美，对，鹿间美兔下跪，美兔是这里，美兔是这里。对，对，美兔下跪，跪起来。好，我们已经解开所有的这个了。这个是回到原位的可动式书柜。这里是最前面的吧？这里我有点失智了。你为什么不直接放到后面去？你喜欢从后面来？不是啊，我们以前都是全部看完一遍才选的。哦，对哦，警报器响起后，最远等人进入图书馆的时间，他们看见了什么？要不要换我？嗯，没有，我这个贼猛啊！回到原位的可动式书柜，没有完美的命中。然后这里是铅球一个，为什么听不到铅球滚动的声音呢？因为这时候正在播放 BGM 自相残杀的影片，没有错啦。然后在下一幕，开启闪光的照相机拍到谁？拍到了一个带衰的天台。铅球朝什么地方丢出呢？朝这个教室的通风口丢出，然后。衰小的天海就这样去了。距离十几小时前，教室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发生了这个警报器的收讯器响起，因为天海下去了。然后这边两个嘛，首先凶手最后摆了什么书？翻开百科全书。然后凶手对改造相机做了什么？开启了闪光灯。最后一个就是。表示与黑白熊战斗的就是没有错啦，就是白天犬太茶渡三个人。哒哒哒哒。好，我们来模拟这个犯罪现场。事件の発端は2日前、モノクマが追加の動機を発表した時だ。ここで追加された殺し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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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を聞いて。这个是天海最后的背影。哦，没有了，还没那么快，没那么快。哎，我们大家仔细盯着天海的背影呢。这个男人真的很危险。我在看黑衣人。我觉得黑衣人很有。我觉得每代的黑衣人都长得很靠背啊。図書室には隠された扉があって、タイムリミットになればモノクマを出動させるために。そして翌日、僕らは。必要な材料、僕らが必要だったのは。此时小峰正在寻找给西。此时小峰发现了，哎呦，这个千种北霸哟，真的可以用来杀那个黑木。黑木，没错。于是就偷偷把一颗千球丢塞到了我的书包里面。哎呦，这颗很重哦，美霸哟，不错。哎，没事没事没事。阿姨阿姨，你看一下这个照相机，好可爱呢。就把铅球放到了我们的背包里面。そして事件当日。案发当天，自相成杀起来。收到了照相机。そしてすぐだけど。通気口の蓋を。假装自己书柜上的大量书籍来移动书本，实际上是要制造一个绝佳的暗杀手法。そして最後の一見何気ない行動。
らに犯人は他のカメラは僕が仕掛けた僕は気がつく。这台是闪光灯，开启了闪光灯。こうして図書そこから地下見張りの途中でその中にはモモタ君たちがタイムリミットが残り1時間僕は我以为送我来到暗门，夜风中的寂寞。此时，小风将他背包里面的铅球给掏了出来。犯人はそれを。嘘嘘嘘嘘嘘嘘！铅球攻击。防犯ブザーが鳴った時、この時。まず防犯部当然干我觉得今天天海真的好衰哦干他真的是最无辜的他连自己的真的是连自己的才能都不知道就啊铅球来啦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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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図書室の通気口の蓋も普段なら殺し合い促進ビデオ我觉得靠帅，小梦是靠帅，刚好这个声音又放出来了啊！下去。好了，天海真的是吃到不能吃了。他这个超高等级的带帅，你看他怎么知道那边有那个暗门？你说暗门吗？没有啊，是因为有闪，他是为了看闪光灯。天海自己就知道里面有暗门了，然后小峰以为他是黑幕。那我妈要怎么知道里面？你说天海吗？没有说，然后就挂了。首謀者は死んだ。我不会想知道为什么他知道有暗门。对啊，不过等下，我觉得之后看会结束。而且这时候小峰还以为结束了，因为他觉得天海就是凶手。然后结果直到黑白熊说了，什么黑幕还在。哎呀，为什么要把小峰做的这么贱啊？这傻小啊，这个画师是谁？他妈给我出来！他妈把小峰画那么贱，小峰又不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要杀那个的。要杀那个水小人阿海，干嘛就把脸做那么靠背是怎样啊？为什么要把我家小风画那么丑？これがこの事件。马画家给我出来！確かに信じたくない真実だけど、少なくとも今までのたとえ殺人を犯して私たちを守りたいと言ってくれたか。それさえも嘘だったとしたら。優しいんだね。違う。裏切ったんじゃない。だって君は僕らを救おうとして。西原君。小峰别再故作坚强。不，这个笑容怎么跟七海小天使这么像啊？干。でもまだまだだけどね。もっと本気を出したら。赤松さん。なんでそんな風になんで。なんでなんだよ。なんで周りのことばっかり考えるんだよ。そうじゃなかったら君は。なんで。哎，其实小峰可以老实说，人是我杀了不就好了。哎，说。ようやく議論の。おお。必ず誰か。それでは。投票时间。哒哒哒哒哒。去你的阿姨！哒哒哒哒，公布，犯人就是阿姨。耶！哎，如果一个人敷衍会怎样？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就是阿姨下去。公布结果，还是我一个人的投票无法赢。不可恶！阿姨有一个，我明明投给阿姨了，为什么还是小峰下去啊？还我那神圣的一票！投票の結果、黒。我都投给我自己了，为什么还是小峰下去啊？啊！这就是多数决的威力啊！可恶啊！多数决真是邪恶啊！
这一票根本是废票哎 ，shit。B， 我应该是 A 吧 ，A 或 B 吧。F， 我没有玩得很差、啊。有，拜托、啊，优等生呢、欸，别跟我开玩笑啊。我玩多久啊？三、欸、没有，不是那剩余时间。你差不多四点开始玩序章啊。嗯，但讨论完就几点？应该六点左右。大正解です。杀死天海蓝太郎同学的凶手就是超高等级的钢琴家赤上方长贼。よかった。啊？下げんな。そうじゃないよ。わかんないですよ。不要啊，小峰。まったくだぜ。あのさ。目标是什么？因为我以为这边来战场就是结束，所以我才想杀他。啊，是，但是你杀完他之后，其实不是先杀那个人可以先离开吗？小凤，你干嘛不离开啊？还要什么班级审判？だから。そうだよ。干小吉，他妈闭嘴！私は。别再马后炮了啦！妈，小吉做好这下个就挂掉了。干啥？还不是你在那边搞破坏、欸？いやいや。そうだよ。わかってるよ。你哭屁哦！没有，我怎么觉得这个人在演啊？小杰，你别再演啊，别再演戏了。干，他妈的，这个人说不演就不演，干说不演就不演嘞、欸！妈的，我做小杰，你给我下去哦、喔！干，如果小杰这整部作品里面没有挂掉，我直接拿刀片去做的家，就要把小杰给我做死，不然我就跟他拼命。SLB 啊 ，NH， 完了，我觉得小杰不会死的。听你这么说，没有他不会死的。没有啊，小高一定会洗白的啊！先带着我小峰走，照小杰一起下去探亲呢、啊。哎、欸欸，我们一起寄刀片给小高好不好？太过分了。あんたは。对啊，只要承认自己有罪，不就可以离开了吗？因为什么手刹特点啊？小峰为什么不承认啊？嗯。なるほどね。干，小峰真是女神呢。じゃあ。だって。では、そうだ。我要解决手模，我怎么能关机审判？我也要利用。私は、ごめん。ん？会不会其实根本没有手模？そうだな。干，如果真的没有手模，那就是阿姨害死小峰了。那这个锅阿姨你得背啊。可是他也只是怀疑有而已啊。嗯，你为什么一定要为阿姨辩解？因为他一开始不是就有跟他说，就学籍审判前就有跟他说，他不确定到底有没有手模。嗯。但他已经暗示了，他暗示了小峰。なるほどね。对，就是你的错，就是你的错，全部都是你的错。没错，就是你。知道。你终于知道是你的错了。阿姨，我恨你一辈子。够了没，小吉，拜托你闭嘴好不好？生气气了。だが、そうだよ。ごめん。くそ。はいはい。不要，惩罚要来了。
なんだ。あ、チェアリー。シクシクって。というわけで。わくわく、ドキドキ、ドキドキ。ふざけんな。不要啊！不要，无敌铁金刚要出来啦！你觉得他该怎么出？我不敢想象。大家拼命保护小峰，小峰保护小峰，现在来得及。加油！这场看起来蛮难打的。もうやめて。そうそう。干什么？连主角，这主角直接变成那个，直接变阿姨。嗯，这里本来是小峰的声音。嗯，そうだね。やめてよ。赤松さん。私はどうして？くそ！为什么要放弃啊，小峰？うん。え？あのね。为什么这么多代女主角人都不在了，只剩下新一还留着？私は信じてるから、絶対に生きてね。約束だよ。小峰，你在喊什么？哎，不好意思，我打没有一年了，感谢订阅。孤僻有阿年，女主角为什么都会死啊？阿年，阿年流泪了。我的小峰。ね、負けないでね。哦，有种既视感，仿佛看到了前几年七海离开的那一瞬间。不，干你的黑白熊！大妈，不要被我抓到，我你干死你！这里啊，真的小心呐！哦不！不不不！啊，怎么了？又被抓走了？大逃杀！不要！在遮裙子。哎，看这个死法，怎么感觉该不会被piano砸死吧？不要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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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啊，没事没事没事。踩到猫儿。看你们这群熊畜生！哎、欸，不要！是吊死吗？应该不吊死。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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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死了啦！干，后面是刺哎、欸！好痛哦，我好想吐哦。你要这刀片准备好了没？想吐。啊，小峰！啊，小峰下去了。没事，还好，还好。啊，小峰，小峰被吊死了！你去死啊，垃圾！碎啦！妈的，基德！做的真的很棒。小风呆，没有女主角啦，可恶，没办法退换了。哎，所以是黑白蛋把他推下去的吗？是啦，黑白蛋。感觉他根本每一集都会死一只吧？我觉得搞不好死一只哦。对啊，我感觉每死一个就会死一只黑白熊哎。妈，啵啵。好啦，我们缅怀基德哦。マジかよ。なんもアミタブツ。闭嘴啦，师傅。感这个人真的他妈一定在那边笑。又在假哭。你又在假哭，卖个 gay 啊你！够了没啊，小鸡巴、啊！あのね。
何なんだ。干龙马，我忽然跟你站在同一个阵线，他妈龙马！校风的时候就靠你爆了，龙马。あなた、どういうつもり？ハッティ？ぽぽ。あのね。まあ。え？何ですか？ぽぽ。それは。ぽぽ。てめえ。碎人听海。ぽぽ。だったら。小风挂了、啊，没有小风挂、啊，小风挂、啊。小风之后被那个针刺死了，被假爆。嘛。波伟在聊天室。波伟在聊天室吗？波波波波伟。残念。だが。いいだいいだ。っていうかさ。あ？ほら。楽しみ楽しみ。お。どうでしょう。いいね。ありがとう。你下去啦，最好下一集就挂了。ふざけんな。啊。残念。好心痛啊！为什么第一集就要让我那么忧郁啊？哟呵呵呵。哎，大家是不是觉得第一章看完之后觉得很生气啊？大家感觉干。但还好我没有买小风骨，我看以为女主角不会挂，所以我完全没有想过。结果小风第一章就爆裂了，没关系啦，至少发明家还有。因为你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奶身上、啊。没关系啦，发明家不要死就好了，只要美兔还没有，哎呦，要讲话了、欸。这是为了我们。阿蛋讲话了。啊。おもろなってきたやん。阿蛋硬起来嘞！干阿蛋干，感觉是不是？感觉阿蛋也是个很重要的角色啊！大家，我也快要坏掉了。嗯，这个游戏的作者真的是鸡巴，他到底被寄了多少刀片？没关系啦，小风虽然走了，但我们至少还有美兔，还行。只要美兔能活到最后，我就有继续动力继续玩下去。おい。お祈りだよ。なんだよ。わからん。いい加減にしよ。くそ。うせ。帅哦。バカ野郎。对啊，干就是你啊，阿姨。妈的，就是你。说得好，拜拜，大家给拜拜一个赞，说得漂亮，就是阿姨在那边戳。Nice 哦。他打他。是啦，这一拳，优质。へぇ、食いしばれ。桃田君、それは殴る前に言うべきセリフですよ。干得不错、てめぇは赤松の言葉を聞いてなかったのか。てめぇに自分の思いを託すっつったんだぞ。それなのにてめぇはなんだ。モノクマに文句の一つも言わずに黙り込んでよ。それでもてめぇは男だよ。说得好、说得好、大家给白天一百个赞啊。睡啦。可白天在推论的时候没啥屁用。没有。百田这个时候真男人的气，那个气势拿出来了，教训这个死娘炮啊！妈没用的主角，有个战友。就是你啊！干，我忽然喜欢百田了。你就是主角啊！百田没在干，百田百田要迟缓。百田在我的心目中，这个分数已经 up up 的提升。你就是娘炮要迟缓，还是想要黑龙马？没啊，红马就犯贱的，没有龙马本来就犯贱，但是后来发现龙马其实跟真男人也不错，就结论就是阿姨他妈的杂碎。嗯，いいですか？大丈夫？とりあえず。嗯。だったら。けけけ。ごめん。あの。でも。いい。是我让小风死掉的。我差点要哭哭了。我干，可不可以把这个脸给 P 掉啊？あのさ。我看他脸就很生气。ね、大家都离开了，曲终人散。あのな、我是不知道你有多了解赤松，不过你要不要去他的超攻击研究室看看？
そうだな。干，大哥是对的。然后我们以后就称百田为大哥了。干，大哥帅到爆！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大哥的粉丝了。我男生股全 all in 大哥，女生股全 all in 发明家。いいか。あのな。谢谢大哥的，谢谢大哥的指引，谢谢大哥的点心，谢谢大哥，谢谢大哥。来加入大哥股，绝对没问题。那首曲子，对，这里一定会有。好，我们去找一下小峰说很喜欢的一首曲子吧。我觉得是什么？肖邦的，肖邦的哪一首歌我忘记了？我记得是肖邦的。我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纪念我失去的爱情。就是德布西的月光。好像是。那是月光。还是肖邦？我忘记了。小风，馒头。小风，你的右手是这么的温暖，我还没摸够，你怎么就下去了？德布西的月光，德布西的月光，ああいう綺麗な曲がぴったりだと思うんだ。好多馒头。水面に浮かんだ月みたいに心が穏やかに。我的心也很难过。あ、分かっちゃった。実は。私も震えてるんだよね。でも、西原くんがいなかったら、もっと震えてたと思う。震えて。私は、西原くんがいてくれて、君がいてくれたから、こうして立ち向かえてるんだもん。西原くんがいなかったら。だから、もっと自分に胸を張ってよ。自分に更有自信。私は君を信じてるからさ。君も自分を信じてあげてよ。うん。いや、僕は僕を信じる。もう目をそらさない。僕はみんなのために真実に立ち向かう。みんなと一緒に出たいって言った君の思いを僕は絶対に諦めない。約束するよ。君と僕の約束だよ。哎呦，是小峰的灵魂。約束だよ。あとは任せたからね。西原くん。小峰不要走。さよなら。还不到说再见的时候。就小峰消失了。哦。响铃一下就没了。第一章叫什么？第一章《我与我的班级审判》。哎，真的是《我与我的班级审判》。就第一章剧情取得很不错啊，因为我们是小峰嘛，然后我们第一章就下去了，然后还有个虽小的那个叫什么什么海的，我忘记了，不太重要。我最喜欢的标题是什么？你正对着以绝望为名的希望微笑。哦，我觉得好像第二代的第五章吧。没错。你破了多久？你看一下。我破了大概。从第一章。我班级审判完了大概两小时多吧，三小时吧，嗯，差不多两到三小时。天海是谁？小峰，可能是年轻又才华的孩子，怎么会遇到那样的事？哎，为什么这一代还有灵位啊？他妈也太不吉利了吧！怎么还有灵位啊？塔位天海的塔位嘞，不是16根啊，天海嘞，天海嘞，天海嘞，24、6、80、12、14，天海啊，天海嘞，天海是谁？天海是谁？为什么？我们刚不是死了两个人吗？另外一个人是谁？你有印象吗？雷姆吗？哦，没有啊，刚只有小峰死掉吧，好像另外一个人，算了，不太重要。事故だったらしいわね。ただの事故なのか？大きな声では言えないが。为什么没有天海啊？我不知道哎，就天海是不是？还是天海根本不是超高要级的魔物？那
不然怎么不见了？还是真的被遗忘了？还是连作者都遗忘他了？超高下级的幻想。还是其实不止我们遗忘他，连作者都遗忘这个人了。就跟林次一样，忘记被搬播了。啊，真的只有在祭司这个小峰哎、欸。第二章即接近地狱的天堂，搞不好这是梗呢、啊？我也不知道哎、欸，不然就真的，我也觉得是梗啊，不然就真的是作者遗忘天还是谁？哎、啊，好啦，我们这个难过的游戏